引现代生活的支柱，是经济蓬勃发展的引擎，同时为民生、传统产业以及新兴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必要的动力。不当电力使用可能导致灾难，为了守护未来的电力安全，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引入了守望者漏电防护装置，漏电防护装置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保护，确保了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运行。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太阳能发电厂实测，守望者漏电防护装置不仅能够有效防止感电伤害，更透过漏电回收的方式提升太阳能转换电力的效能，提高电力产出达300度。无论您是在家庭、工业场所还是船舶环境，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系列均提供出色的电力安全和保护，确保电力系统运行稳定，人员和设备免受危害。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漏电防护装置，它能够快速且有效地应对漏电事件，减少潜在的危害。主要功能包括快速检测漏电，迅速将电流引导到接地，从而保护人身安全和设备运行。对于预防火灾、电击以及设备维护至关重要。多功能的产品广泛运用于不同电器领域，它确保了能源生产的稳定运行，提高了公共设施的效率和安全性。同时，它也在运输、通信、水资源管理、工业生产、农业和建筑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。无论是在工业场所、农田、公共设施还是居住环境中，都能确保各种设施的可靠运行和电力供应。产品通过多项严格的国际认证，确保其高品质和安全性，让客户放心并信任我们的产品。这也证明了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承诺，确保产品在各种应用中表现出色，并提供最高规格的安全性。汉电与您一同缔造电力使用的安全环境。